这个数字越小，它就冲力啊就调小。灌装量呢是由那个灌装时间和那个速度来决定的啊。如果说你灌小剂量啊，你这个速度就没必要这么快的。灌装时间你是先按设置，如果要调节的话，然后再按那个右移位，哪一个闪烁你就调增加，它是零零到九循环的啊。调好了过后，你就再按，直接按退出就可以了，它就保存了。等待时间也一样的，等待时间就是说你这灌好的四个瓶子通过最前面挡板的这个时间，一般是，稍微可以稍微调长一点。如果说你不知道它通过这个挡板要多久的时间，你可以当瓶子走过去过后。如果说大概有个一个瓶身到两个瓶身就最好，如果说太多了，你就把那个时间呢再把它缩短一点点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省那个走瓶的时间，加快灌装速度。然后这个根据瓶子的大小调这个螺丝松开，可以调这个左右挡板的一个位置啊。这个气缸，这些速度可以不用调的，这些你们都不用管，对吧？我们调好，它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调伸出去的一个速度，气缸的打出去的一个速度，打出去还是收回来一个速度。调那个电眼呢，这个松开，电眼可以前后缩，然后这个拧松，电眼可以上下。然后这个呢也可以左右，把这两个螺丝松掉，可以左右调，整体左右调啊。这个根据瓶子的大小来，目的呢就是说这个电眼的末端发光这里啊要对着最后一个瓶规则的部分瓶身，一定要对着最后一个瓶啊，
一般都是对的的那个瓶颈位置，但是注意这个发光这个部位啊，不能，不能让它有水，不能让它有水。还有，如果你们调机的时候，这个要处于待机状态，也就是说是不能按自动。如果你一按自动，它就开始工作了，那么电源它一感应到，它就有可能会灌装的。所有的感应数量一定要成为零的时候，并且要持续感应到，一个频，就是说得到稳定的0.2秒的一个信号过后，它才会开始灌装。所以说，即使我在它前面晃一下，它已经成零了，它也不会灌装。它一定要还有一个瓶子或者物体在它前面停顿大概0.2秒。然后它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信号，才能灌装。现在就待机状态啊。这个的话，你可以，先调机的时候，你可以先试一下动作，先把它试好，就没问题。先试一下动作，比如说输送带，然后还有走频顺不顺畅。瓶子之间间隔，还有这个灌装头之间的间隔高度啊，这些都可以调的。把这些调好了过后呢，你再把灌装把它开起来啊，这很重要。再开灌装的话，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洒到外面去，灌装的时候。反正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就直接按机停，按了过后的话再把它给打出来就可以了。其他也没什么，这些感应数量你都不用调的，计数器啊这些都不用调的啊。反正你收到机器过后呢，你就这个电源啊，这个是气源开关。你注意看，现在这个气压是大概差不多3的位置吧，3个气压。往这边呢，它就是关了，气压表显示为零，你一定要接。5×8的气管接上去过后呢，一拉，现在就可以了啊。就首先要有气源呢有了过后呢，然后就接电，225的电接上去可以用了啊。然后的话，这个因为是齿轮泵，是隔膜片式的齿轮泵，所以的话这里面你们平时不用的时候呢，要洗机器，洗了过后要流清水，像这样子把管子里面都充满水，泵里面也充满水，清水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延长泵的使用寿命。然后这个电源，这个是放大器啊，这个放大器，没什么特殊情况，这个不要调。但是如果需要怎么调，到时你可以给我们说，这些我们都调好的，都不用调。其他使用当中还有什么问题，你到时可以加我微信嘛，其他的也没什么啊，就这样。